你说去哪寻找灵感不行，非得来澳门，现在晕船了吧？你看看澳门整个城市，在短短几年内就有了新的风貌，就好比我要在超短时间内找到灵感是一个道理，懂吗？行行行，你说什么都对。你好点了吗？现在好多了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去哪寻找灵感？看遍整座城市，寻找信木灵感，潸然起舞。现在开始，你要陪我找灵感了。韦思琪，墨尘，我什么时候去 DI 上班啊？信木的设计稿研下现在还没有完成，现在还在筹备阶段。等他回来之后，你再和他上班。那我现在这样拿着工资又不上班的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再说，我提早介入也可以更好的完成网销啊。等炎夏出差回来，你和他一起上班吧。哦，好吧。我总不能老在街上游荡吧？我得想办法，先打发时间。阿姨，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你是不是和思琪闹别扭了？阿姨，您怎么知道了？思琪到我那儿去，说要和炎夏聊聊感情上的事儿，还说要在那儿住几天。我一猜啊，肯定是你们俩吵架了。我过来就是告诉你，他在我那儿住着，你不用担心。好，那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任旭啊，你是个男人，我跟你说，这男人度量你得大一点，你得让着他点儿。他现在在我那儿住着，你放心，过两天气消了，把他接回来。哎，那阿姨这几天给您添麻烦了。啊，行了行了。好吃、啊，这个炎夏到底把丁总带到澳门了没有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
蔡宁，发什么呆呢？哦，没什么呀。哎，对了，我怎么没见言夏呀？是不是你把他给气跑了？我们设计部的事儿，用不着你管。哎，我想管还管不着呢。不过说实话，你说这穆总监要是妒忌心没那么重，不排挤言夏，今天的 DI 变化也不会这么大。丁总和穆总监也不会离开 DI。欢迎下次光临。是因为我始终放不下，眼前才会浮现出文笑的身影吗？来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当地的一种小吃，他们说叫什么猪油糕什么的，可好吃了。你想胖死我啊？没人要，快找你算账啊！哎，你就放心的吃吧，吃胖了我负责。负责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我们的下一站目标是一，吃的这点热量，一会儿逛街就全消化了。哎，嗯，发什么呆啊？赶紧吃啊！吃完一会儿走吧。你怎么不接电话？喂，蔡宁，你和丁总到澳门了吗？哦，到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找到灵感。那个交代你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还在想办法，找到地址马上告诉你。好，先这样吧，保持联系。挂了。看来你找到和蔡宁的相处模式了，我教的方法管用吧？丁总已经到澳门了，我现在得赶快想办法要到穆总监的地址。说话真不该那么冲，我是应该跟司机道歉。喂，蔡宁。灵山，我已经到澳门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我现在上班不方便，要不等我下班再联系你吧。欢迎光临。啊，我要忙了，先挂了。真的要来找我，我该怎么说呀？徐总，之前你不是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言夏可以接下设计总监一职，就可以解决信穆危机，怎么现在迟迟都不见设计稿呢？言夏刚接手，总要给他时间去磨合，而且他也非常努力地去给信穆重新定位，这个可是关乎 DI 的重大转型，如果过于轻率地交出设计稿，可能会影响整个品牌的销售。我想在座的董事也不愿意吧，所以我必须给他时间。王总，你不用担忧，我一定会给各位董事一个满意的结果。